希望知道这个配方都有啥，到吃烩面的时候跟你说啊。视频后边。爸。哎。你拿来。拿来。你看拿来。咱买那肉呀。那咋弄？爸，逗号厨烩面。这出不去吃烩面了，自己搁家做啊。哎，把新鲜的这泡过水的羊骨头、羊膀红啊炖汤最好了，记得凉水，凉水下清水泡，把这个血水子都泡出来，把这上面的血沫别忘打掉。快滚的时候，它会有血沫包住这个汤来，干净，能撇多干净。撇到干净，这样做熬出来的汤清亮，只要食材足，肯定好熬出来好汤。这没有高科技吧？还没有狠活了，该可是更不用考虑。新鲜的羊膀骨加上新鲜现宰的羊肉煮出来汤，再加上我这个煮出来的砂锅，哈哈，亮堂，是不是出来了？把煮好的肉，哎，看没有？这肉煮到啥程度呢？煮到筷子能把轻松的，哎，船头肉就可以了。然后捞出，晾晾，羊膀骨，等会儿。结果是一道菜，是那个小西瓜。哎，必须熬起来，把那热羊肉做好，热羊肉捞出来，晾晾再切，要不然你切不成片儿。热羊肉你不好切，煮的时间还有点短。看，都这还不凉了。锅口大小你自己掌握，自己吃，无所谓。要慢。那不能切到后了，切到后赔本了，怎么样？这才叫真材实料嘛！切成片儿，备用，下回面上用。开始配方啊，实验，米子，忘记米子、哎。因为我喜欢吃咖喱，所以说这是咖喱的啊。想知道这个配方都有啥？到吃烩面的时候跟你说啊，视频后边。明用小磨油，锅开，放二的，对的。喜欢吃油了，都打点油；不喜欢吃油，都加清汤。香味来了，杨敏，怎么样？刷一个，捂起来。好了吗？捂起来，我喜欢吃厚的。怎么样？嗯？啊啊啊啊啊！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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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咚嗯，怎么样？喜欢吃蒜黄，可以放点蒜黄。起火，看这汤怎么样？嗯，怎么样？啊，咸，黄二的，还得盐水、蒜黄，肉切的有点大，因为不要盐。这手工制作的面吗？嗯，这才叫真正劲道，不添加任何东西。大家问我，大家可能想问我，你那烩面料都是啥？这时候给他跟你说啊，买些好的肉松、大理粉、油桂精就齐了，三个配方。多少年前，小二哥就做烩面，尝到现场了，这。敢百分之百的小二哥保证羊油炸了，因为自己炸了灵魂，嗯，给烩面
星道驴。